客人一个接着一个来，一早生意就很好。英哥阿婆寿司，寿司内馅饱满，搭配招牌凉面，靠朴实好滋味和铜板价位，成为当地人气名店。但其实阿婆寿司早期从摊车起家，如今不但跃升店面，还成立公司，现在更砸重金 客人一个接着一个来，一早生意就很好。英哥阿婆寿司在总店外100公尺的建湖路上呢，又盖了这一栋住商大楼，预计完工之后呢，整间店就会搬过来。清大楼正在赶工，楼地板面积750平，地上7层，地下2层，看看建造原本预计在今年10月就会完工，但已经延期。规划1到3楼为餐厅，4到6楼办公用，7楼和夹层为集合住宅，总工程造价破2700万。这个案例来看，我们看到未来在低楼层的部分，以目前的市场的这个状况来看，平均的单价差不多是40万到50万左右。那高楼层甚至是一般的这个办公室住家的部分，应该是会落在30万以下。所以整体的这个店面在加上楼上的这个自用空间，整体的这个未来的整个这个不动产的价值，应该是落在1亿5000万到1亿8000万左右。清大楼就开在总店转角处，专家分析，阿婆寿司量身打造新店，不但能省下原店面